我现在要拖行李去邮局寄东西，然后我行李箱超级重。来这边寄，终于到我这股了，太感动了吧！这个其实大概填一填就好，然后就按星球，好，就这样子就好了，然后就去柜台。감사합니다11公斤吗？应该是超重的，搬不动。喜欢的，它是就是乌龟饼干，然后它是巧克力口味，然后它上面 Chos 的话就是韩国的那个吉拿棒，然后它是有撒一点肉桂粉，但是它没有很肉桂的味道，所以我很喜欢。然后这个就是我也很喜欢，白巧克力跟黑巧克力，我最喜欢白巧克力。然后这个就是很下酒杏仁吗？然后是瓦萨比口味的，然后这个是室友推坑我的，他说他之前来就是一个人一天可以嗑掉一罐，然后他真的很好吃，房间就很像是被炸过，很可怕。我刚刚早上去外国人什么出入境事务所，因为他要改那个签证，然后就要拿个签证，就是外国人登陆证，去让他改日期。对，然后我现在要去，就是解约我的电话号码，因为我上一次来2019年来的时候，我没有解约，我就回台湾了。等于说我下一次再来韩国的时候，我要缴那个罚金，就是有欠费，我要把它缴完之后才能用新的电话号码。那因为韩国的电话号码都是绑外国人登录证，可是登录证的号码每一次都会是一样的，所以我这一次有记得要来解，我下一次如果又进来又拿登录证进来的话，是要再缴罚金。我这次来缴上一次的缴了8万多块韩币，超贵，所以我现在要先来问可不可以指定日期解约。我电话号码我都是用 Atipon， 就是那种
回收的电话号码，就是可能会有什么借钱啊、什么贷款那一些，就会一直打你电话。但是，它就是比较便宜，因为我一定要网络吃到饱，没有吃到饱的话我会死掉，所以用 Octopus 就是比较划算。我都是在新竹通讯办的，现在就要去新竹通讯。跟大家说一下，我在韩国都去哪里领钱？我都是去花旗银行领钱，因为花旗是全球性嘛，就是比较方便，然后花旗的汇率也比较好。但是我就是比较麻烦一点，就是我要坐车搭到首尔，首尔是离我们学校最近的一间花旗银行，但是也很方便，是就是搭公车或是搭地铁到这边再走过来就好了。花旗银行的汇率很好，就是如果要来韩国的话，我会建议有花旗账户的话就把钱存在花旗再领也可以。终于清空了，好开心。然后衣柜本来是满的，现在变空的。你们看我的行李，行李那边这一卡21公斤，然后这一卡20公斤，这个5公斤，这个9公斤，然后还有一个后背包，终于收完了。终于把我的床清空了，然后原本是跟老师约3点退房，可是老师说3点他没办法，所以4点才能退房，所以我在这边等到4点，现在才早上10点45。今天的午餐，我决定要去买奶奶的 kimchi pork 跟包。奶奶的店是我之前19年来的时候就很喜欢吃的店，而且又不贵，它就在宿舍后面而已，在到大超市的隔壁对面。转个弯，大超市在前面这边，然后奶奶的店在这边。我不想去。拜托没出来。我不要去。我不想回台湾了。我超重，我装到43，但人很好，他让我过，耶、yeah!。维国跟平肉子，潘娜皮亚的什么？哦，在里面吗？哦，里面海关。No， 잘가조심히가빨리대만와빨리대만와어알았어안녕안녕잘가잘가어안녕有看到前面那只橘橘的大东西吗？刚 get 到我儿子，哦耶！刚刚来的儿子，然后行李袋里面都是零食，还有我儿子在里面。然后等一下，最重要的是我的后背包，因为里面放了好像12颗还是3颗的贝果，那家贝果真的是超好吃，很推荐哦。我再把他的地址放在下面。
我今天穿搭超像韩国人的，我竟然也会穿这种鞋子，好神奇哦！这边人蛮多的，我发现大家都来韩国玩。我要结束我6个月的交换生活，好难过。然后我刚刚就是因为我要去退税嘛，原本是3个月回国3个月以前都可以去退税，因为我之前也是这样。这次来他就说，因为我在韩国待超过就是6个月，然后又是学生什么的，他就跟我说不能退税。要回去了，觉得我的这个鞋子很可爱吗？韩国人会穿的。跟你们讲一件超级好笑的事情，就是因为我刚刚已经快要尿裤子的不住，他灯一熄灭我就去厕所，然后厕所在这边，刚好上完厕所他们刚好在罚餐，然后呢我就一直因为我又是坐在最里面的，我就一直在等他们，然后要到我的时候他们就在找人，你就看到空服员全部都抬头找人，在找我，那种可爱的。